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你错了，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，就是骑得很轻松。有，真的。对，所以我后来就是从公路车转到越野车，就是因为我想要玩啊。对，那今天呢，能够来到这里，我当然很开心，因为平常我都是比较骑在山上，但是呢，没想到城市也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，而且听说高雄的单车的那个，这叫什么单车道吗？对。自行车道，自行车道已经有1000公里了耶，好长哦，很多地方都可以玩了耶。因为我们高雄的朋友就是最爱骑自行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等一下大家也要一起来跟我一起来玩，这大概10公里，然后可以到什么地方？哦，我们等一下会从梦时代出发，然后一路，你知道我们现在高雄最夯的百万海景，就是我们。